然后我很喜欢买就是巨大帽 T， 冬天最适合我的打扮。我会配宽裤啊，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可以配过膝靴，然后最近还会流行配那个百褶裙。很多小情侣啊也很喜欢一起穿着，叫做情侣装。你有没有什么是不是建议可以跟他们讲说，哎，穿圈品怎么搭配？我觉得它的配件也是可以，就是情侣可以搭配。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互相交换使用。如果衣服的话，就可以，比如说我买黑的跟白的，那我都买大的 size， 但我们可以交换穿。交换穿，对，比如说今天男生穿黑的，然后我穿白的，就是你很懂得男女朋友的穿搭。我好歹我也是一个少女了，我应该也是懂一些男男女女之间的爱啊。穿情侣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所以我一定要多挑几件先买好的备着。我一直都找不到，就是我先把 size 买好，就是我先买好一个黑的跟一个白的，随时等到那个人到来的时候，我就给他穿上，说我等你等好久了，这样子。尽量是会配合，如果他都要求，我还是要配合一下。你会没有偶包啊？我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越大越没有偶包哎，你们觉得我有吗？没有。算是大家还蛮。